取ってください。老款的把这个灰色的条线拔掉啊，老款的，就是旋钮的要把灰色条线拔掉，触摸板的都不要，这两条都不要动。视频转成两个，然后三个电源。这里一个头，这里一个头，还有一个这个下去，看一下这个插上，怎么？不要像我一样线啊，从这上面看看。拧个天线，插个 USB， 老款的旋钮的这个拨码不要动，新款的拨个二，然后就好了。